今次介绍的楼盘项目 Arden Gate 是白明汉罕有市中心园林屋苑，离白明汉六线汇聚新街车站 Birmingham New Street Station 不远。新街车站配以现代化装潢，转车和往来伦敦的人络绎不绝。新街车站上盖的大型商场 Grand Central 有各式商店，亦都有不少餐厅进驻。旁边有一条天桥可直达白明汉牛环购物中心 Birmingham Brewing， 内有两间大型百货公司 Debenhams 和 Selfridges， 超过100间品牌店铺。2007年白明汉政府推出市中心改造计划 Big City Plan， 拆卸旧有的建筑物再重新建造，将市中心向外扩展 25%， 同时亦创造50,000个新增就业职位。近年来各大金融公司总部已由伦敦搬至白明汉的著名商业区 Brightly Place， 包括 HSBC、 Deutsche Bank、 PwC、 RBS 等。Brightly Place 距离 Arden Gate 只需约6分钟步行路程。 Arden Gate 有225个单位，提供多个户型选择，有一房、两房和复式单位，而位于第8层的两房复式单位可连接第9层顶楼。全部单位配有高级装修和符合国际安全规格的欧洲品牌家电。既然是罕有的市中心园林屋苑，有部分单位设有私人花园，亦有部分设有露台，尽享绿油油的园林景观。另外，白明汉亦是伦敦以外最多米芝莲餐厅的英国城市，你绝对可以依照当日的心情，在 Arden Gate 附近轻易寻找令人印象深刻的热门打卡餐厅、咖啡馆和酒吧。 Arden Gate 入场费港元198,000起，想快人一步了解更多项目详情，请即时与 CK Global 英国物业团队联络。